你竟敢毁少师！啊，各位，有话好说，这当中肯定有误会。嘿嘿，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剑是假的呀！啊，这个剑是假的？这个剑在哪儿？这个凿，这凿肯定不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说是假的？这个剑啊，仿的真像，连剑柄上的雕纹，它的完美无缺。可我听闻李相夷15岁就得此剑。 剑不离手5年，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，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一点磨损都没有。来，看看。当年相夷与无忧剑客一战，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。 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，这把剑却毫无损伤，确实是假的。这不是我寻回的少师，记住，剑被调包了。讲吧。